基因编程技术，特别是 CRISPR-Cas9 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我们的世界。想象一下，未来的医生可以精确地修复引发遗传疾病的基因突变，从而治愈以往无法治愈的疾病。科学家们已经成功使用此技术来编辑与癌症相关的基因，从而抑制肿瘤生长并提高癌细胞对化疗的敏感性。此外， CRISPR-Cas9 还被用于开发更高效的心血管疾病治疗方法。例如，研究人员发现通过基因编辑来改变某些关键基因，可以显著改善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效果，农民可以种植更高产、更抗病的农作物。养殖场可以培育出更健康、更营养的动物。这些变革都源于一个神奇的技术 CRISPR-Cas9， 它就像是分子剪刀，能够精确地剪切 DNA 并进行修改。这不仅让我们有机会治疗疾病，还有可能改变整个生态系统，探索基因编程的无限可能。我们正站在生物科技革命的最前沿，迎接一个更加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。